三年一遍的新花大白岗十八号活动，将要伫三月四号展开交警。廖天江会伫元宵节举办祈福夜祭，在庙头前是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八卦平安桥，和民众来扔桥卡。祈福警会将公车八百七庙的众神出巡，以及各种的顶头走阵。唔那是要让大家看到十八号的特殊文化，嘛要来祈求合境平安。新华三年一度大白岗十八号传统民俗活动，将要伫三月四号展开交警。今仔日伫廖天江对外来召开记者会。廖天公主委许昌元表示，古名大白岗的新化有八卦好客之称，加上七车对地传说，有地独家出来作怪，因此是公车八百七秒的重新出巡，众人是骑着火机烧掉地独网，拍鼓来刮走地独家。而且伫元宵节，廖天公会举办祈福夜祭，在庙头前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八卦平安桥。八卦桥就是新化全国唯一一门，其他的大金庙。有过七千桥、过韩桥拢有，但是过这个八卦桥啊，会使讲阮全国，干咱阮新化这只，阮新化这个地理环境是符合这个地理环境，大家形成做这个八卦桥，哦，大家才慎重来解运。伫记者会，新化区长吴进士表示，十八号伫九十八年已经得到改制政前的县政府公告是文化资产保存团体。因此，希望今年活动会当顺利进行，日后成为寺庙游击队典范。像这咱这个咱宗教，寺庙游击队的一个典范吼，啊，我老要求咱全部的花节吼，一挂迄个头巾哦、奖板吼，啊，挂迄个交通迄个路线吼，拢来安排到真实啊吼。最后，柯淑伟表示，欢迎大家伫元宵节来到朝天宫，过八卦平安桥、软桥卡、食咸鸭汤，祈求伫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利。记者萧建伟，新化区采访报道。